以下纪录片部分镜头会引起不安，敬请留意。小鹰爱在村中蹦蹦跳，走遍山间田野没脚，最爱抓萤火虫，看那尾巴一闪一灭，像是靠近遥远的星星。一天他听到哥哥在哭泣，苦没钱怎么上学，一个包几件衣服，爸妈哥再见，15岁孩子连的打工妹。1993年11月19日，深圳智丽玩具厂大火，87名民工烧死，47人受伤。失火原因：电线老化短路。厂方为咗保安理由，窗口都安装咗铁枝，走火通道上锁，只留一个出口。现在还有很多的伤的这个脚，因为以前这里嘛有做了，就是有一些照片的，这里长了很大一块肿瘤，去把这个肿瘤割掉了之后呢，又要植皮，植在这上面长好了，全身都会有很多的伤，这里有很多的一些做了很多的一些疤痕，对，这里也是很多的一些疤痕的。智丽玩具厂是港资生产商，帮意大利品牌商 Chico 生产玩具，出事之后他们从来没有正式赔偿过工人一分一毫，更枉论对死伤者以至家属的一个道歉，一个慰问。就是不能只注意到那个玩具的品质与利润，更应该要注意玩具的是什么样的人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玩具。现在呢，我们公司自己本身也非常关注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呢做了一个code of conduct 那个行为守则，我们非常严格。你们公司直到10年了，一直没有正面来应对这个问题，没有来引起这个重视，甚至连一句和工人正面接触的这种机会就没有给我们。然而那种 NGO 与他们素不相干的这些 NGO 组织和有爱心的人员都对这些伤残者这样的关心和重视，这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，因为我们非常不理解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公司很努力的在进行这一方面。11月19日，在每一个工友、每一个死者家属，或者说是每一个受伤者的心里，在记忆里，都不会忘记这一天。陈玉英、小英，智丽玩具厂大火生还者，身体75%严重烧伤。小英10年来做过37次手术，左脚要切除，左掌只剩低2个指头，逃出鬼门关之后的日子一言难尽。我脚有点还伤了嘛。这就是呀，还伤，有伤了之后，反正要抢那种的。你晓得晓得噻？10个脚板了，10个脚板了，这是17块钱起，那你讲还是？只是你不是本身的脚板，12个脚板了。哦，2个脚都直的，是嘛？那脚板直的个不能弯了嘛，成的嘛。这个废品，这个死皮这种，把它扒掉。你有感觉没有？
你在手在碰它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，嗯，不是很大的感觉，根本没感觉，这些都没感觉，这些你是摸不到，是摸不到。在刚回来的时候，他想下去江堰去看一下，因为我们当时在九龙做，我爷爷他当时学农学群众学农，那时候我就背在我身上，那个汗水，他的汗水我的汗水，血水农水流在我身上，我就无所谓了，我要先给他背下去，以后我再跑到九龙，就把那个轮椅扛下去，再给他推起到街上转一圈。天啊，那个时候真的，那时候不知道是该怎么去想。我受痛苦，其实不光是身上的痛苦，而是精神上的痛苦，是没办法去。现在好像没办法回忆，去想太多了。那第一二个春节，就是那个团圆饭，我母亲做了很大一桌菜饭，但无法团圆，因为我们每天在床上关系，无法做人来。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吃了一顿饭，也是我妹妹那种伤病所买的房子。所以我们全家无法来吃那顿饭，就都没有吃。对，我记得是第四年了，是我那个时候可以坐轮椅了之后嘛，就是用这个凳子一个凳子这样子游嘛，从床上游到那个桌子上面来吃饭嘛。啊，第一次我二姐她也是有哭，但是她是笑哭的，她感到很高兴啊。他说我现在恢复有这个样子了，好像有希望了，好像是有希望的那样子的哭。现在我们说起来仿佛很轻松，当时因为妹妹出现的时候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出现，然而我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床上看到她的时候，就是那样全身皮肤黑黑的，全身那种体无完肤，那种血肉不足。十年前智利大火，小英当时只有17岁。去年小英结婚，女儿出世，她的伤势亦有好转。在香港民间组织协助下，小英在家乡中原成立残疾人服务站，为残疾人和工人服务，关注工人职业病问题。过去一年是他出事之后最开心的一年。阿班姐姐是这样子住，阿班姐姐是这样子住，他父亲就是还是可能是生他的时候，就是还不到一个月他就有去外面做工了，没有看到过他了。就在深圳智利玩具厂大火同一年，1993年5月，泰国开达玩具厂亦发生大火，200多个工人葬身火海，当中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年轻女孩。今年7月，智利玩具厂大火生还者小英仍要到曼谷出席劳工安全会议，纪念开达玩具厂大火10周年。对于开达玩具厂受害者的遭遇，小英感同身受。你看看上面啊，上面那个就是呢，他们大火发生的时候呢，那工人逃出来的情况啊，他们特别做了这么两个模型的。然后其他你看的是他们的大火之后，他第一时间的到那个大火的现场，把一些的物料带回来。泰国民间团体一直推动兴建纪念碑，纪念工人的贡献。在泰国劳工博物馆的开达玩具厂火灾现场模型，勾起小英百般回忆。他们的窗户可以逃出来，跟智利完全不同的。智利的这些窗子呢，它都是用那个铁网封死了，没办法逃跑的。特别是看到这个模具了之后，心情更沉重一些，因为就是我们当初也是这样子。其实我以前有一次就是。
还是有尊严的。工人的尊严应该说是他得到 有一个平等的，有一个人格的一个东西，应该要受尊重。深圳的一间玩具厂里，每天十二小时做不停，最怕管工保安骂人受审。你给我站好，为的是每月200多块钱。小英封着手中的毛娃娃，听说是欧洲孩子的玩具，每一个好几百块。他想起萤火虫，宿舍车间就是他的世界。啊，这个没问题。小英自从参观过泰国开达玩具厂火灾模型，一直念念不忘，翻返重庆家乡之后，希望为自己经历过的智利玩具厂大火办十周年纪念展览，于是四出搜集死伤者的遗物和相片。你是他妈妈呀？对呀。那个男男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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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。我们来的时候现在要了解调查，都说我们今年这个的智利厂的火灾事故有10周年了，都说搞一个那种调查，搞一个纪念活动，都要让别个能够记得到那个事情。离开重庆中原2小时车程的苗华乡，兰氏三个堂姊妹当年都是好像小英咁离乡别井，去到深圳智利玩具厂打工。10年前这三个堂姊妹都一同葬身火海，当时他们都只是20岁出头的少女。你是兰树群的妈妈啊？在挑粉岭庄稼吗？对呀，领点萝卜好吗？都说我们觉得提起来是让人伤心哈，但是我觉得都说还是要面对他那个事情，因为今年这个有10周年了，对不起哈，亮亮。都莫去想那个莫去怄哈，都说因为已经事情已经出了，但是我们都是因为那个事情了之后啊，才让其他的一些人出去做工，之后要让他晓得自己的那种安全啊，自己的保护意识啊那些，亮亮哈。因为那个才叫兰叔，那个叫兰明叔，那个他名字。兰叔那个是叫。他叫兰叔，但他是叫兰明叔，我晓得。那个叫兰叔，我也是，就什么人他。我不咋晓得啊，要原来才晓得的。后头站你后头。那个是兰叔，兰叔给我两个忙好了，我们在一组的啊，兰叔啊，确实真的。他穿衣嘛，给带点伤害，我们是护士台杯子，我都招呼护士他。妈耶，赵爷爷受痛苦啊，养眼魔术呀，天哪！但是嘛，看到他那个人噻。赵爷爷，赵爷爷。赵爷爷嘛，他招出来的嘛，也看到他。但是哪个都不愿意啊，是不嘛？没得办法，你找我不回来。他那个时候，那些人不得送到那去死噻。死噻，都是。那劳民送到哪里去嘛？天。死噻，到屋头里绝对不会死噻。但是这都是说到现在经济，他说的崽子哪条到哪去抢？都是现在经济的发展，是不？我们还是都觉得它的发展还是有真里面，是不？也有负里面，都说到工厂它不注意安全的，都是负面影响，是不？就说狗熊说火吃吧，现在又说个人搞吧，人那些死的，想请他给你解决那点呢？现在椅子呀，要么那点不那个，我们也没得，哦，一耍法吧，有没法噻？只好各自劳动，做点那屁股。
在另一条村的老婆婆已经70几岁，生活靠的就只是山边的三分地。细女当年去智利打工，就是为了改善生活，结果一去不返。我不想他钱，我说生意都走不进，都走不进医院，我也说的也老的嘛，也都走不进。他说他没有钱用，走不进没得钱。十年剩低的就只有挂在墙上的发霉照片，面目模糊。丁凤玲死的时候只有20岁，弟弟一直将姐姐的照片收藏，怕妈妈伤心。死者和伤者很多都是在这里面的，大多数都是在这个门里面，跑不出来了，门堵住了，堵在里面了。戴天友同小英一样，是当时四个烧伤最严重的工友，背部被深度烧伤，火灾现场照片由哥哥拍低，十年来一直收埋，从来不会拎来看。我还有对他什么事情的话，不管是好也好，坏也好，我毕竟这么多年他也没有跟我过，我也不想跟他说什么。不管是什么要其他的话，都不想说。保持沉默。其实我们当初还是他之所以发，还是因为这些工人为他创造的利润的。特别是沿海的地方，我觉得好像死一个人就是跟死一个小蚂蚁一样的，就是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值得去尊重啊，去做一些什么东西的。好多年没有见他。我就是出去做工之前栽有一些树在后面，现在已经长得很高了。走的，以前这里是有一条小路的，只是没有结果，没有结水果，就是这样子吧。对啊，比我高了很多啊，它会长得很快啊。离开村子的时候啊，就是感觉很高兴啊，可以到外面去做工啊。其实还是自己想出去外面去看一下的。我受伤的时候，我刚开始不敢上的，但是现在也可以，现在要慢慢来上的。我受伤了之后回家，一般都是在那下面一层楼那里睡觉的。小心一点啊！哎呀，这个事情，哎呀，姐姐呀，你不能下那么山，等一下怎么下去呢？哎，这里也很宽的，因为我以前就是，我以前还没有出去做工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一间的这里睡觉的，这里面也有一个床的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很幸运了，因为我们在南方医院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生命都已经快要死掉了。那个时候就有跟我父亲说，我死了之后，我回家之后是埋在什么地方。那个时候都有讲这样的话了。父亲最后回家跟我的家人讲了之后，他们都觉得，哇天啊，其实你这个命，生命现在还能够生存，应该说是很好的。哎呀，很热啊。很熟悉的这些地方了，嗯，
今年七月份，小英在泰国参观一间由工人自组的工厂，原来的老板对工人很刻薄，经常拖欠工资，最后失迷踪。工人日日去泰国劳工部抗议，最终获得赔偿。一班工人于是用这笔钱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工厂。工人的一句口号，小英最上心，尊严不是用来出卖的。看他听到哥哥在哭泣，你从前怎么想学一个包几件衣服，爸妈哥再见，15岁孩子演的打工妹